我说过吗？对，你走。我已经走了吧？我已经走了。哦，你看那个衬衫。你看那个身材，我跟进看什么、哦？我就知道他很有料。你看光是那个背影，崩掉了。这里说崩了。崩了，我们刚刚还在排练队形，可以加油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梅婷，加油！好弱。不会啊，那加油。因为刚刚想说，我又怕上去加件要爆，我就说我不要再多增加什么重量。那么轻，你哪里放的？你在爆什么东西？那这是你的居家的衣服吗？这个张伟杰在谈恋爱。我错了，我以为他会谈恋爱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拜拜。你还有啊？你不是好了吗？我好了。但我刚忍不住吃饭，因为我不是没吃完。对啊。那你现在要？其实你没有多重，好吗？真的还好。可以再轻一点。可以啦。举我。晚安，独家保镖。